别别，美女，哎，你别跑，帮我拿着一下。干嘛呀？我换一下衣服。嘿，哎，你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怎么在这换？那都是人，那有老人跟小孩，你不文明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帮我挡着一点嘛，你就是叫你声音小一点啊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想哪？我有个聚会去参加，我老公那个人吧，特别想去爱吃醋，他不让我出门，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哎，你结婚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你老公那么小气的吗？穿个衣服好看点怎么了？真的？你没结婚，当然不懂啦。哎，美女，你这是什么裙子啊？你那么大一个肚子，那么粗的腰怎么都遮住了？我这个是高腰 A 字摆的裙子啊，你看这个肚子，这个腿不在这里吗？他绝对可以把我的缺点给遮住，所以说我老公才不让我穿这个裙子出门的。哦，怪不得。那你脱下来给我试一下呗。等一下呀，我要去相亲了，我都没衣服穿，逛了好多地方都买不到。你多少斤啊？140吧。脱下来给我试一下嘛。算了算了吧，刚好我这里还有一条，先借给你试一下。我能穿吗？能穿，刚好是你的尺码。哦好，你帮我挡这里啊。哦好。哇，这个裙子真的好适合你，你看小蛮腰都穿出来了，像我们这种肚子大腿粗的呀，就适合穿这种高腰 A 字摆的裙子。对呀，而且你看这个小斗篷的设计，把我这么粗的手臂啊、掰掰肉啊都遮住了。是啊，这个裙子啊，夏天穿又凉快，一点都不热。那你这个贵吗？在哪买的？一个链接呗。不贵啊，才79，就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买的。哦，谢谢你啊。